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来就是行善进行面交。那我们来面交的话，可以任选两样小东西带回家当礼物。那例如我们可以拿这个轩尼式的这种小酒瓶，或者是这把金属的拆信刀，以及像这种小酒壶，或是这种高丽青瓷的这个茶杯，或是这种香盘，这种有冰裂纹的香盘，或是这一种这个波兰制的这个小木盒。那现在只要来行善路这边面交的话，那都可以就是自选两件小礼物带回家。那我们这边面交的话，需自备包材以及提袋。那欢迎大家来进行面交。